米咕噜涂鸦小课堂。妈妈，咕噜咕噜，萌萌，大家好，跟着艾米咕噜一起涂鸦吧。魔法森林中有许许多多的花，它们各有各的美丽。这次我们要学着画其中三朵，分别是粉色的花、橘色的花、紫色的花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画第一种花，画两个相连接的小半圆，上方画上一条波浪线，波浪线上方再画两个小圆圈，用线条连上波浪线，最后画上枝干和叶子，第一朵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画第二朵，先后画一大一小两个贝壳形状，在中间画一条弧线，底部画上一个小波浪，最后画上枝干和叶子，第二朵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来画最后一朵，先画一个小圆圈，然后外面画上一圈花瓣，接着画上枝干和叶子，第三朵也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啦，先给第二朵花的花心、花托、第三朵花的花心都涂上白色，第一朵花的花瓣涂上粉色，第二朵分别涂上淡橘色和深橘色，第三朵涂上紫色，最后把枝干和叶子都涂成绿色，我们就大功告成啦。三朵花都非常漂亮呢，大家更喜欢哪一朵呢？艾米咕噜涂鸦画，魔法森林乐趣多，我们下次再见。